李勋。不是很喜欢李勋。李勋的极端值太多了。李勋是极端的角色啊，就是不是很好，就是很烂。他的中间值，他如果很中间值就没有什么作用，知道吗？就跟奈德利一样啊，大好或大坏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没有很喜欢那种的角色。就是节奏啊，节奏没有拉起来，被对面带着走，就是一只废物。